大家好，我是蒙瑶。那我这一次的曲目编排是依照调性，首先我会演奏巴哈的平均律降 A 大调作品8有。那这一个调性它是降 A 大调的，那对于我来说，降 A 大调是一个暖色系的调性。那接下来我会演奏肖邦的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，那它是肖邦晚期的作品。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曲目，包括费尔德的夜曲、肖邦的即兴曲以及幻想即兴曲，最后还会为大家带来肖邦的幻想曲作品49。那这一次安排的曲目都非常精彩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。邀请大家9月28号晚上7:30到雅卓艺术聆听我的钢琴独奏会。